这漫天遍野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是怎么了？世界末日吗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？我好像失忆了。我要离开这儿。您就是街坊邻居派过来的代表林姐吧？你是徐大虎。徐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就是林姐。你好。那您是做什么的？我其实呢，不过我帮你谈好那个拆迁的事情，徐老板，你不会亏待我的吧？啊，谢谢你跟街坊邻居们的关系都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想借钱。结婚的时候借了5万，我很快就还了。买车的时候，我借了高利贷，现在还不上。早点告诉我了。我想快点还清，就把房子抵押。你把房子买了？
刘先生您好，正式通知您的房子抵押已到期，将依法冻结您的房产。红色的树叶，水女人，黑衣人，
看来这有人不太欢迎。你是谁？清月。清月，你干嘛？你的伤口还需要再处理。姑娘，我娘是医生，跟我来。来这边，我先躺着。娘，娘，来我看看，把衣裳脱了吧。伤口不深，我去拿药去，等会儿啊。忍着点啊，孩子。娘，要不我来吧。行，那我去弄饭。我好像在哪见过你。好了，喂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到我们这的？
就记得我眼前一黑，然后再睁眼的时候，我就在这儿。其他的我想不起来。爹，吃饭了。孩子，来，多吃点，好得快。啊。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外人见到过，我觉得有点不祥之兆。你们是说我是第一个进来的人？你们都没出去过吗？为什么要出去？怎么可能没有人出去过呢？反正我是没见过。那总该有出去的路吧？你问他，他是村长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从来没有出过山。来，吃饭，吃饭。娘，嗯，你说金奶奶会不会知道？金奶奶，她是我们这儿大巫祝，神通广大。我觉得她应该会知道出去的路。那月儿姑娘，你赶紧带我去找金奶奶吧。孩子，先吃饭啊！吃完饭呢，你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儿让他爹带你过去啊。不知道啊，快看看去。
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这场灾难事发突然，虽然原因尚未查清，但是我们大家要采取一下对策。大家先把那些老人孩子都安置好，大家不要走散了。我们的村子是不能再住了。宝全，你们几个年轻人留下来，随时值守。行啊。玉儿，娘。看来那个外来人，爹，我要找到他。说真的，跟他有关系，就得把他找回来。可是，你看，全村的人，所有活着的都在这儿了，也许。还是乖乖的待在这儿吧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有人吗？
就要不了。那他找到了，下。那个白天射我一箭的人出现了。他是谁？不知道，他一直戴着面具。戴着面具？他应该不是我们村的人。难道还有别的外来人？不清楚。他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先跟我回村吧，在在在在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哎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陈红子，不是你们村子的。看样子不像啊，因为这片森林很容易迷路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人进来。没事吧？来，太香了。啊？来，慢点。你刚才说什么太香了？没什么。其他乡亲们呢？谢谢你来救我。太奇怪了，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那个杀我的人一定跟天上的红东西有关。咱们去问问金奶奶到底怎么回事。他不在，上山去了。你是说有人要杀你？对，
从我刚进到这个村子，就有一个人不停地对我放冷箭，想置我于死地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我没看清。他戴着面具。爹，你知道他是谁是不是？据说我们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人，一直守在远处的荒原，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不过，这是一个传说，没有人验证过真假。话说，荒原那边是无法生存的。那金奶奶呢？她上山为我们祈福去了。边缘的黑森林里，他叫萨影。他既是一直存在，又是突然产生的。他从未出现过，一直以来存在于传说之中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伤害我呢？他并非想要伤害你，而是要你死。为什么？他因你而来，你便是灾难的根源。你不应该来到这里，如果没有清月在，你早就死了。他会再来杀你的，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到来。若想解决这一切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，你们是不能同时存在的。只有杀了他，你才能离开这里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越害怕他，就会越恐怖。外魔易退，内魔难降。如不能降，必要着魔，贪生畏死，恐怖猖狂，不带魔来，方寸已乱。我没明白。看破生死之勇，方可降魔。你们走吧。咱们走吧。你别多想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是萨影造成的，没事的。不是还有我爹在吗？一定会有办法。
保大叔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你没伤着吧？现在的实力太强大了，在荒原，他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也不可能不被他发现。听奶奶说，一切灾害都是萨影造成的。爹，我想娘了。天亮前我们一起离开这里，我现在就给你买票。为什么？你别管，你回老家住几天好吗？刘洋，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把房子买了？不准他！求你了，放他！我求你了，你们放他！我要去与他决一死战。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金奶奶说，是萨影引发的灾难，而萨影是因我而来，只有我死，这一切才会结束。您助我一臂之力，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我不能就这么死，我想搏一搏。至于结果，无论怎么，这一切都会结束，也就看我自己的造化了。喂，你在这干嘛？没什么。你害怕吗？怕，逃不掉，迟早要面对的，跑不了我的。面对命运，与其逃避，还不如坦然接受来的直接。清月，嗯，我想起来，在哪见过？在哪？我早就认识你。
大家真的没必要跟我去。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大家都会安全的。我也去。我们也去吧。去。走。越害怕他就会越恐怖，看破生死之勇方可降魔。
怎么回事？没想到吧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你把房子买了？